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Welcome again. I also want to welcome all the participants that are joining. 非常感谢这个介绍，所以由此我想向大家表示欢迎，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上的人，因为今天跟我们在一起，也有几位他们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参加，所以。如果你们不在，那我们也欢迎你们参加。 这次的联合国论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这个IGF是一个重要的论坛，但是这个会议上我们在举办一个开放的论坛。 所以今天我们会多谈这个网络治理的一些事项，而且每个人会自己介绍他们工作的一些情况。我们要记得，网络治理是一个综合的活动，它并不能被限制到一个单位、一个领域或者一个方面。 因为网络它对我们生活那么多方面有影响，不管是经济、政治、社会，都有影响到，所以我们都必须要积极参与，就是争取网络治理的什么活动。我们现在有一些耽误，所以我想直接请这个联合国。 UNDESA的副秘书长，就是经济和社会主管的副秘书长刘振民先生，所以他完全理解我们的 IGF 的重要性。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 这次的会议，我感到非常荣幸，所以在开始，我想感谢 Anriet， 因为他主持今天的会议，但是最近两年的期间当中，他一直在管理我们工作的我们团队的工作，最近两年，他 MIG 团队。 他和他的同事所付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第二，我也想向我的联合国的同事表示热烈的谢意，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而且也感谢去年举办了这个虚拟的这个会谈，所以今年因为这个。 这个卫生或者疫情的状况有所改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Katowice 能够在现场举办这次会议。所以在这个论坛的框架之内，我们必须要一直强调，我们对。 多利有关方的支持，而且我们也想强调，这个会议也是多方的一个活动。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联合国的大家庭，他最近多从事这个网络治理的工作。 我们跟很多利益攸关方进行密切的合作，我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觉得这样的合作对所有的网络用户带来了非常多方便。
such contribution. 我知道这个联合国的这方面的工作也受到了很多政府的直接支持，所以这样子我们的工作也是更受到信任。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在落实一些国际的标准，我们是。 造成在世界每个地方都能够享受网络的这些优点。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的收到民间单位的反馈，或者说我们这个技术的社会的。 这个反馈，因为如果我们不收到反馈，那我们也不会把这所有方的这些利益考虑到我们的工作当中，所以我们一直在反对电子排除这个现象，我们也只在改善公共服务。 我们也在支持电子经济的发展。女士们、先生们，我觉得由于这些电子技术的优势，我们现在可以在网上举办我们的会议，但是这只是一种这个技术服务。 但是它非常大幅度改善了我们的工作舒适。这个新冠疫情给我们显示这个电子技术的重要性是多么大。很可惜，这个技术这个科技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现在就见证着。 非常痛苦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不能上学，因为或者一些员工不能上班，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设备或者没有足够的稳定这个网络线，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疫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是非常大，但是网络能够帮我们就是放缓这个不好变化的方向和速度。最近我们秘书长他明确表示，我们必须要进行改革，我们必须要讲究创新。 那这个 IGF 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我们可以进行交流，而且对我们共同的网络进行改善。我们希望在这次的会议，你们以自由和开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如何能够将网络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 如何我们能够让网络变成一个更适合我们每个社会的地方？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刚才我们听到了联合国各个代表说的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有的人在卡塔维茨，其他人在网上和我们交流经验。我们希望在利用我们的时间，大家都能交流。 这是希望是一个全方面的、多方位的一个讨论，让我们充分的利用这次论坛。我们在想，联合国的机构和这次联合国的机构如何能够在这个网络数字创新改变的方向上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下面请Michelle Connors 是执行的是联合国
反恐怖的一专家。非常感谢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参加这次论坛的朋友们，我想感谢主办方 EGF 2021能够在这么好的准备这次峰会，让我们能够在讨论非常好的方法，能够讨论互联网和互联网的技术、互联网治理。大家都知道技术的发展是在我们现在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需要我们的需要更加的谨慎，能够注意到一些负面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比方说过度的这个违规使用，而且还有一些有歧视的人发表一些歧视的言论，那么这些我们有积极的和负面的影响都在网络上出现，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也给了我们更多的让一些网络恐怖者给提供了更多的方便，而且呢给一些犯罪分子也提供了一个温床。我们作为一个机构是反恐怖和的机构，我们会推动一些措施来帮助国家能够采取一些行动，防止互联网作为恐怖主义者活动的一些技术，在技术方面限制他们的活动。在20年以前已经被发现了新技术是多么容易被恐怖分子利用，也就是在13.73的法令当中，在那个时候2001年又公布了13条准则，这些联合国的一些公告都是能够提供收集更多的证据啊，犯罪证据，能够反恐怖组织的一些活动，在这个网络当中搜索生理和物理的一些数据，而且在其他的方面当中有一些犯罪活动，这些就可以保证互联网能够在正确、合理的、合法的情况下进行使用，而且在个人数据的保护方面和人权都受到保护。我们也希望我们所说的一些人工智能能够和符合大家的发展，不影响到个人的一些隐私。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短暂的，这是一个简短的我们工作的一些范围。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一直和犯罪分子经常用互联网作为他们的犯罪手段，因此我们要一直要非常关注，非常积极采取措施来防止这一类的犯罪活动的进行。我想所有的会员国都应该积极的和所有的各个社会组织和研究单位和联合国的一些机构进行合作，来防止这些恐怖组织的活动。非常感谢这个看法，我希望过一会儿我们也可以更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其他的这次论坛的会议上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现在我请 David Gelati 先生发言，他是 UNESCO 的这个信息和通信的副主管人，而且 UNESCO 在举办这个 IGF 会议。主办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常感谢阿里耶，我很高兴能够跟你们在一起开这个会议。我只想简单的说三点。
第一个是，就是UNESCO has been advocating，这个数字社会的高峰会，他们是2003年、2005年在加拿大，分别在加拿大和突尼斯举办，所以当时的这些会议，他们作为举办 IGF 的这个峰会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如果我们谈这个网络治理，那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人权保护，我们必须要讲究一个开放的态度，并多方的态度。所以让我非常高兴的是，34个国家决定共同行动，而且在 UNESCO ROAM 这个框架之内，他们一起。尽量一起下功夫完成我们的项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UNESCO 它是联合国的一个领先的单位，我们一直在推广发言权、发表意见的自由，而且我们非常讲究对记者。安全的保护，并我们一直在关照那些如果对记者有什么罪行，那我们就想保护他们的权利。所以，如果我们谈网络，那我们必须要跟其他的生活的方面那样子，就是保护我们的发言权。我们要反对这个仇恨语言或者其他的负面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采取一些无所谓或者什么都不做的这个态度。我们必须要一起考虑如何我们能够智能的治理我们的网络。那我还想强调一点，两个星期之前 ，UNESCO 的193个国家，他们一起接受 UNESCO 的 AI 道德的一些建议。这个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因为这是第一个联合国关于 AI 的文件。大家要记得 ，AI 目前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或者一个从来没有人没有看到的一个东西，它已经存在，它可以说是有一些当然的利益优点和也有一些威胁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使用这个 AI 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道德规定是什么样的，非常感谢。我想大家我们会回到以后的题目，下面请下一位发言者，邀请和我们现在网上联网的 Mario Cimori。在南美和加勒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一个社区的一个主要负责人 Mario， 现在你和我们在一起吗？我现在听不到你的声音。Mario 是可以现在发言了吗？我估计他还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想一会儿他会参加我们的论坛。现在我们请 Maria Franceschi， Maria Cesca 是 Ondesa 的一个秘书长，现在是技术的一个主要负责人，联合国技术的。负责人，非常感谢能够让我再次发言。我现在作为一个负责人，作为一个特别代表，技术特别代表，
在联合国的机构，我们的机构是主要负责协调各方面的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些发展的计划。这个文件是我们一个挑战，能够创造一个网络空间，能够保证所有的各方面的参与者的利益，能够创造一个将来一个非常开放的、安全的对于所有人的一个空间。我们的机构是开放的，我们接受各方面的想法和所有人都参加和联系。我不想在这里解释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各方面的这个接触有多么重要。那么在今天的会谈当中，有联合国的各个组织和我们一起合作，我们想和各个部门都能够服务各位一起的发展中国家很好的合作，防止没有任何的国家和机构被忽视被忽略。那么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的项目数字发展的计划，这是一个联合国的计划，我应该确认必须要创造一个更有效的一个2030年一个网络空间。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说到应该所有人都有公平的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有31亿人现在还没有可能性接触到互联网。我们还记住，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保证发展可以使所有的技术和知识都能够被很好的利用。我们会保证各种各样的培训，在联合国我们就负责这些方面的积极的培训。我们的机构和好几个很多的机构协调，在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有其他的UNDP 机构都互相合作，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而且和各个国家的机构也共同合作，能够把各个方面的相关者能够积极的合作起来。今天明天我们会参加这次峰会，在这次的论坛当中，我们会谈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比方说各个方面的能够把这个数字转变创新的基础和潜力都发挥出来。这个项目当中有很多的机构，包括国际通讯组织 UNDP， 还有我们会在把各个方面的潜力都能够发挥出来，保证培训能够把这方面的合作都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还和各大各个国家的国家当中发展国家和欠发展国家能够小的国家岛国能够有合作，创造新的和促进新技术的发展和投入，让这些小的国家也能够利用全面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我们要给他们提供一定的互联网的技术。整个项目联合国的项目需要我们这个机构能够直接的积极的和各个机构能够联合国当中的机构能够互相合作，发掘他们的潜力，解决出现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和 DESA 在这个合作范围当中，我们积极的能够确认一下盘点一下我们的发展的情况，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合作和其他的机构，比方说负责人工智能太空研究，在这方面我们也实施各种各样的活动，
这边可以说不同的举不同的例子，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就不具体说了，但是我想再一次的强调，我们的机构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但是我们积极的在合作和其他的机构当中合作，如果有机构感兴趣和我们合作的话，我们热烈欢迎，我们是开放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个发言，Chimoli 先生很Himali 先生很可惜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今天，所以现在我想请这个由联合国 FBA 基金会的负责人Peterson 先生，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次的讨论会。所以首先我想说，这个网络治理跟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跟联合国的 FBA。机构 的工作，你们要记得，我们当然是联合国的一个单位，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工作是涉及到女性，而且我们主要工作就是反抗对女性的暴力和虐待。我们的工作有一些显然的结果，而且最上个星期我们在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新的推广活动，这个涉及到女性的卫生和女士权利，这个推广活动。所以我们在这个推广活动当中，我们主张我们必须要以更大幅度保护女性的权利，尤其是保护那些使用网络的女士，其中65%使用网络的女士，她们说她们见证过对女性的一个暴力。而且35%，他们自己经验了这样的暴力，还有很大数字的女性说，他们在网络自己经验了这个仇恨语言或者其他的歧视的方式，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看这个对女性的暴力，如果我们要对抗这个暴力，那我们也要考虑到在网络的暴力，那我们必须要让他们能够说话，能够发言。我觉得这个科技公司他们也应该在保护女性权利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鼓励电子平台和社交媒体还有其他的主体保证女性在网络的保护是跟那个线下一样的保护，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提供足够的工具，让我们的用户能够使用，能够知道怎么使用。这样子我们想阻碍在社交媒体发表一些不当的建议和内容，所以通过我们的推广活动，我们想要造成立法机构禁止发表一些不当的内容，还有不当的照片什么的。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内，我们公民社会的专家，他们应该帮我们准备一些正确的规定的方案。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进行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主要想改善女性权利的情况。非常感谢，在此时我就不能说到具体的这方面，但是我想说在EGF这个论坛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就完成了很多的工作，尤其在反性别的暴力。我们非常感谢联合国在网络当中反性别侵略和暴力，用可以说很好的利用互联网作为一个发展的工具。下面请马苏德先生。联合国反毒品和贩毒的这个机构，非常感谢翁烈的。今天我和大家联系在阴沉的维也纳，现在已经天气都黑了。各位朋友，高兴能让我这次能参加峰会，和也感谢这次主办方能够安排这次16届互联网治理大会。我非常高兴这次在线上线下的这个盛会在卡托维茨举行。我非常快的想说一下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的工作是在能够保持全面的发展。我们5年的发展计划是建立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发展计划当中，关于数字创新改革和发展。我们应该面临的是挑战第16方面的法案。我开始想说新冠疫情已经给我们看到我们都面临着哪些挑战，而且也看到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可以能够在线上利用我们的机会互联网的技术来进行活动。那么我们也感觉到网络的犯罪和恐怖是也同样进入了网络。那么我们再说我们五个方面。首先第一点，在2017年我们成立了一个开通了一个监管的网络的证据，尤其是跨境的，和 CETER 共同合作建立了一个合作的方法，就是收集网络证据。我们希望和我们的合作国家能够在公司的合作情况下，通过地区的合作，包括欧洲法律系统，我们创造了很多的线上的工具和资源，能够帮助能把这个在线的一些证据能够互相的使用。第二个方面，我们投入的是在和我们的合作国家当中的加强在网络犯罪的一些证据的搜寻。第三是在网络犯罪的一个计划。反网络犯罪的计划就是建立一个新的能力，能够让我们能够防止和加强新的法律框架来反网络犯罪。下面一个项目计划是增强我们在数字货币和网络洗钱的这方面的
一些项目，我们尽量减少这方面的危险。我们和技术blockchain 的供应者和一些决定人共同合作。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能够制定国际利用ICT 技术进行犯罪的一个法案。2021年的我们已经开启了第一期的第一期的会议，然后联合国秘书长发表了自己的发展计划。我在这里就说到这么多，非常感谢Only。我们时间是有限，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控制在更短的时间之内，讲得更紧缩。所以现在请。波兰在联合国代表尤安娜女士，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今天的机会。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联合国的电子空间的行动。首先，我们组织的这个权限，让我们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之内进行我们的工作。但是同时我想表示，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也是采取一些活动。那在这里我想强调，这个电子化的题目在国际的论坛的讨论重要性。因为这个电子项目，它对我们联合国组织它是越来越重要，而且全球的连接和新的技术，它们是越来越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在这个秘书长的我们共同的倡议这个文件当中就是正确的界定。在这个文件当中，我们一共提出了十二项提议，其中有我们承诺从事搭建更好网络空间。如果是讲波兰我们国家，那我们最近一直在推广包容，还有人权保护、数据保护，对抗虚假信息和推广数字能力。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比较积极在这个教育方面行动，但是这就是我们所有国家必须要集中的一些领域。那现在我想给大家讲我们一些目前的计划。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了我们对新的这个现实适应程度。我觉得在场的参与者大多数已经体现过这个远程的工作。当然，比如说外交当中，我们不能完全通过远程的方式进行交道，但是在同时我也要强调，目前这个电子的一些工具让我们能够
执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和其他的需求。之前，比如说这个联合国会议的参加，只是为了那些能够旅游到新月的那些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就可以通过这个远程的方式参加这样的会议。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这个疫情造成我们的这个包容，它就这方面的情况越来越好，所以这是一个优点。我觉得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共同的，而且联合国他想做最好管理的一个来源，同时想作为一个交流最好管理的这个平台。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非常感谢波兰政府主办今天的会议。那现在我请Massimo Toero， 他是这个食粮和农业委员会的代表。现在我请的代表能够跟我们分享，我非常高兴我大家在一起。我现在很分享一下网络技术和互联网创造了很多的好处，加快我们全球的平衡发展计划，这也是我们粮食组织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应该记住，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各种各样复杂的一个问题。如果谈到梵蒂冈的道德方面的人工智能方面的使用，我们在这方面有六个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一是一个负责任的、全面的、公开的、透明的和负责任的，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这被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在农业方面和食品方面，我们还需要很多的力量集中在能够宽带的技术还不是大家都能够使用，在很多的地方没有这个机会。我们还想能够更加的包容性，包括性别和年龄的不平等，年轻人不会被排除，而且任何人不会被排除因为性别的原因。我还强调国际之间的合作能够更加有目的的采取一些合作和项目。在世界粮食组织当中，我们首先集中在这六个原则上。我刚才已经提到的，我们推动新的技术、新的项目在食品和农业方面，我们还做更多的方面，不光包括农业，都我们在国际的合作当中，我们还推广这样一个方法，就是从田地到餐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品供应链，能够使得农民还有消费者同样能够利用新的数据的互联网的技术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些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能够使得解决方案能够更加的综合，和各个国家之间能够互相的交流。我们也想充分的利用现在的高新技术的推广，我们也尽力的推动更好的数据的处理，比方说在动物这个培养，还有庄稼的这个种植环境保护，
还有水资源利用，能够使得经济发展更好的利用这些数据。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保证水源的供应，而且我们的水资源越来越缺乏，保证能够相应的管理我们这些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危险。我们也还应该更加加强我们的数字管理的能力。我们投入非常多的精力在准备很好的工具，能够让我们预测一些危机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全球的这个浮潜的藻井预制啊机构，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多变的环境之下，考虑到温度的变暖，我们还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如果谈到数据服务的话，我们集中的主要精力在我们在农业方面提供服务，就是为了数字农业，这就是一个平台，能够把它称为就是网络乡村啊，这就是能够让农民有更多的机会享受数字经济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尽量多的能够让联合国提供更多和更好全面的发展。谢谢马西莫。现在下一位先生是 Robin Guys 先生。非常感谢谢谢你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我很高兴能够发表我的意见。在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联合国的独立机构，也是作为一个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如何通过创新的方式减少武器的数量，而且我们也对这些世界安全的其他的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在我们不平安的世界当中，我们目前面临很多新的威胁，尤其是比如说这些电子的武器，而且最近我们也在见证这个电子武器的这个所谓比赛，所以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工作主要是让我们的世界安全在网络受到保护。我们最近集中的一些领域包括 AI， 具体是说在这个决定的方面如何能够使用 AI。下一个领域就是这个安全方面决定的这个流程。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对一些新的趋势提供一个报告和建议。所以如果我们谈这个 AI， 那我们在研究多种这些协同效应，我们如何能够使用新的技术，而且如何我们能够将这些机器人方面的这些进步落实到我们的现实。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启用能力，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难的题目，或者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题目，所以在这个网络安全政策方面，我们最近成立了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研究
在这个领域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希望就是获得更多新人，但是同时我们也想叫人就是在世界上的这个网络空间最近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第二，在我们的单位，我们跟很多利益官方进行密切的合作，我们想保证我们所进行的这个对话是多样化，而且包括各种利益官方的立场。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在做研究，在分析最新的趋势，并准备最近进度的一些报告。这个主要是涉及到这个供应链的安全、国际合作，而且我们研究如果有什么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那这个会对世界的供应链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谈我们的活动，那我们积极参与各种联合国所举办的流程和标准发展工作。我们也参加一些工作团队的工作，它是几年前成立的，而且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在研究这以上所提到的所有的题目。非常感谢，非常重要的是网络的安全，网页的稳定。下面有请Kate Bryan， 这是下一位，这是联合国的一位专员。我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在一起谈到我们是如何投入在这个网络数字变革当中的。我们也是能够在通过互相的合作，能够让我们可以用新的合作，能够今年我们开通了一个新的平台，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信息能够被大家分享。我们也通过这个平台让这些使用者可以能够在网络上参加世界气候大会 Glasgow 的参加这次世界气候大会，这样就可以使得参加会议的从3万的参加者增加到5万参加人，2万多都已经在完全的网上参加我们的这次气候大会，这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方面，这是我们总结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在现实当中Glasgow 世界会议大会上进行了使用。在瘟疫当中，这些我们和活动虽然有些缓慢，但是我们还是积极的，需要更多的积极投入，在不同的机构当中能够参加我们的合作。我们在 COP26 以后，我们还要不断的发展我们的创新，我们对气候的变化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这个合作，改变我们更好的星球。第二点，我们还要确认我们的积极投入我们的数字的处理和数字的储存。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把信息传送给哪一些全世界的数据的变化，能够提供给大家使用。我们也是在教育方面培养大家
对气候变化的教育，让有三十多个各方面的机构参加我们的联合国的一个研究。在这个合作当中，我们组织培训，关于气候的变化。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料，大家都可以都可以利用。在结尾的时候，我想强调一下，我们和各种各样的机构和在这框架下，我们争取能够回复一些深刻的社会的变革。尤其在这个疫情以后带来的一些困难，新的技术我们也重新利用，来重新恢复我们在气候变化当中恢复我们的防御能力。所有的积极的因素我们都会联合起来，我们必须要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的技术和生物技术，都能够让我们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值得记住，这些变革都希望各个方面都积极参与。我们应该知道2022年这是一个新的世纪，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当中，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积极的投入新的科技，能使我们的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应该采取长远的一些措施，能够让我们能够很好的采取决定。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知道时间是到这儿，但是我们还会需要一位先生发表他的意见，就是 Mark Williams 先生，他代表世界银行。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代表我们世界银行是一个大的荣幸。当然，这个世界银行是多方的一个组织，我们所从事的领域包括社会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的国家。在这个方位，在这个方位，我们对这些发展中的国家提供多种的支持。实际上，这个电子技术发展也是我们工作的主要的部分，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行动。如果我看我们的历史，那30年以来，我们的银行在对这些题目非常感兴趣。但是最近20年，我们多集中在这些电子技术，而且我们所进行的所有项目，我们都会尽量使用这个电子技术。电子技术目前是世界银行所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我们所进行的项目当中，有非常多是这个电子部分是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这个需要比较深的研究和分析。但是同时我们要记得。电子技术对经济的所有部分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管我们是将这个通信规定或者数据保护等等等，这个都需要非常大量的研究。我们还有一个领域，就是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些适用能力的改善，所以我们对那些发展中的国家提供这方面的资金的支持。
就是说，如果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想发展这个便宜宽带的网络，那我们提供融资，尤其是对那些农村地区，在这个发展中的国家。所以通过这个做法，我们想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网络。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支持那些旨在保护数据的行动，也帮助那些国家做必要的电子技术的投资。我们所支持的这个项目是主要旨在让世界经济和社会更为包容。所以我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电子技术会帮我们解决更多问题，如这些气候变化等等等。在这方面，我们也在支持我们所合作的国家和政府，还有一些其他民间的机构。在国际，我们也是跟很多合作伙伴进行合作，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谈跟那些就是国际通信组织，跟他们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继续在这个精神继续工作，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我们的项目的范围之内，一直会有非常多涉及到数字化的这些项目。这是大概我的介绍，谢谢。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们的时间是到这儿，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请我们的观众提问题。但是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多复杂，而且联合国多看重这个问题，所以希望未来这个电子技术会受到更普遍的使用。而且我们所有联合国的单位应该密切的合作。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说很多联合国的单位的所从事的这些工作是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当然每个单位有自己的一个计划项目和工作领域，但是我很高兴我们是咱们是一起行动。所以在这些在这几个发言当中，我们都听到了那些最重要的词语，就是说接入、信任、安全、气候变化、规定和电子合作。我完全相信这次讨论会让我们扩大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发展我们这方面的。很抱歉，我们没有时间继续，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参加这次的会议。不好意思，我们要耽误，但是我想明年我们再继续这个讨论。谢谢大家。